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武侠斯卡风系大 C 海灯节火神加冰斧太超模元神阎万叶希诺宁星三体人仆人确定复刻三封卡实太意外。元神即将迎来 5.1 版本的卡池开启，对于这位新的五星角色，玩家们都非常期待能够将其抽取回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论坛上关于 5.1 和 5.2 版本卡池的热议话题，探讨这两个版本卡池的强度如何。 5.1 版本的情况已经相对明朗，但对于 5.2 版本，暂时还是让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等待更多消息的发布。希诺宁的新 PVE 已经放出来，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希诺宁被早期称为阎万叶，现在又说是新的三体人，在奈卡铸造古名是极为沉重的责任，而越是如此就越需要以平常心态对待，不计得失，抛却疑虑，仅留虑清杂之后的纯净之机。作为断道师的希诺宁没想到强度还这么不错。还有一则关于希诺宁的冷笑话，希诺宁不用堆暴击率，因为他的每一次出手都是暴击。论坛上看到不少玩家说在 5.2 版本中仆人阿里奇诺要复刻，也不知道玩家心中是怎么想的。毕竟关于仆人进卡池的消息让不少玩家感到怀疑，其实放在后续卡池中更好。一些旅行者甚至异想天开，幻想的在 5.3 卡池中复刻水龙王和仆人，主要这两位角色要是同一个卡池就有点让人太吃惊了。另外就是关于 5.2 卡池三位风系角色的消息，可以说三风系角色目前感到比较困难，毕竟莱欧斯利这么久都没复刻，虽然敲定了恰斯卡和闪冰这两位风系输出，温迪复刻还尚未确定。 5.2 到 5.4 卡池强度确定，恰斯卡风系大 C 海灯节火神加冰斧太超模，各位元宝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消息带给大家吧。元神自从 5.1 前瞻结束后，玩家就对这一位新炎系女五行表示有着很强烈的抽取意愿，可以说希莫宁就是强度的代名词了。一起看下后续 5.2 到 5.4 卡池中的消息，大致卡池消息就是这样，变动较大的就是复刻角色一直各种让人琢磨不透。5.2 版本中登场的恰斯卡确定就是一个多功能的风系主 C 输出角色，可以说强度上应该不会让玩家失望。本次卡池按照论坛上消息就是复刻角色有仆人，感觉本次卡池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一位神会复刻，然后就是冰系的莱欧斯利能否在这一版本中复刻。不过恰斯卡从 5.1 前瞻图中就能看出确实是风系大 C， 海灯节可以说相当给力了。目前知道的就是两位新女五星角色进池，火神马威卡纳塔的核心角色，没有玩家能拒绝在纳塔不愁火神。另外就是茜特拉利这一新冰系女辅助角色，强度希望不要让玩家失望，毕竟封丹的西格文就是四升五，现在茜特拉利也同样如此，估计会获申鹤这一冰斧区分赛道，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 5.4 平姥姥进池，然后钟离复刻陪跑。按照时间推算，申鹤也极有可能在这一版本中复刻，只不过要是申鹤这么久不复刻，玩家心里肯定不舒服，上次海灯节皮肤买了结果没复刻，感觉成小丑了。几位封丹的人权卡也大致在这一区间复刻，就不知道玩家对 5.4 后的版本有何期待，只要不是长草期就行。